因为你要知道，我们搞政治的人呢，就是你要看人家看不到的事情，这叫眼光；做人家做不到的事情，这叫能力，对吧？敢做人家不敢做的事情，这叫胆量，明白没有？所以呢，我们需要的是，对吧？眼光、经验和胆量。你看看多伦多哪一个候选人有我这么多的经验啊？有这么多的知识？有这么多的有这个胆量，啊，能够面对问题，对吧？人家有这个投资人说，老唐是打不垮啊，打不死，压不垮，是吧？这个我发现后来还有很多网友对我的评价还挺好的，我还是特别欣慰啊。哎，我就希望能够大家，我们这次选举呢，其实按理说，这是为我们华人争光，也是为华人社区争光，因为你搞那些社团的，搞的这都是不痛不痒的事情，这个才是主流，我们要勇敢的，对吧？打入主流，对吧？回社会做贡献，显示我们华人的智慧、能力和胆量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多伦多搞得这个。对吧？富有、安全，对吧？成为世界上最理想的地方。我以前的时候，我几十年前我就讲，我们说中国人都想要西方的民主怎么样？我们就把加拿大这地方作为一个民主的典范，啊，什么是好民主？